的工厂把我吸引，我的思想为你不停，每时每刻牵手一起，不用再怀疑，这就是爱情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之前见过？没见过。嗯，莲子，喂，你会不会欺人太甚？喂，主编，你不能因为我输了比赛就打人啊！张姐，麻烦您去我房间把我桌上的袋子拿过来，谢谢。爸，您找我。嗯，坐。你在 runway 的表现我已经看到了，几个评委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们对你的表现也很认可。啊，好的，爸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设计的那件礼服。我倒是觉得这件礼服十分的精彩，妈，你觉得呢？爸，那件礼服您是有什么意见吗？啊，还不错。嗯，你从国外回来，一直游手好闲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这刚刚回国，之前那些老朋友老是联系我。哎呀，我跟你爸只是希望你多交些设计界的朋友。好的吧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严格呢，是去年我跟你爸一起创立的新品牌，这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在业界的口碑还不错。你看呢，我跟你爸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所以现在决定把它交给你来打理。卢任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你好好做吧。好的吧。对了，妈。啊。那天 runway 比赛完之后，主持人牧羊跟我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。您让我参考的那张图，确定是您设计的草稿吗？你看这个干嘛？妈，
如果一定要让我参加比赛，我也可以自己设计。我只是觉得参考您的。你连你妈都怀疑啊，想让你爸认可你，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好好好，妈，我知道了啊。小陆先生。张姐，谢谢。妈。什么东西？我给您做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包，是我亲手做的。您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，在不同的场合。胭脂，你这几年留学都在学些什么？能不能做点有用的东西？我只是希望你花时间在设计上面，你老做这些有的没的。走吧，你说什么呀？你都别还嘴，没准啊还有3个月赔偿金。快，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得5个0？可能是因为我的对手陆延之先生实在是太强，真的，我这几年在整个行业里面都没有看到比他更优秀的作品，那个裁剪，那个线条，行云流水。但是，我觉得他这次太执着于布料，让衣服的可穿性降低了。啊，是。我现在就带他去办离职手续。办完手续，带他去那个黄历的位置坐。嗯。主编，您的意思是？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主编办最小的助理。啊？就是鄙人的手下。你之前给我那个雕翎是假的，今天我给你一个真的。5个0，以后就叫你奥林匹克。奥林匹克，哦，主编，我想您可能是太忙了，不记得我的名字。我是有名字的，我叫童小优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主编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这什么？这是你的保命符。保命符。嗯。陆主编工作习惯，每天早上一杯美式咖啡，加冰不加糖，不许带有异味的东西来办公室，每一个物品都有严格的位置，不许随便挪动。饭后一杯个，我是来上班还是来坐牢啊？哎，说对了，这是你坐牢的编号。奥林匹克就奥林匹克吧，起码听起来还挺有体育精神的嘛。我跟你打个赌。你干不了1个月，你信吗？嗯，我就擅长跟麻烦比耐力。奥林匹克，叫你呢。哦，主编，你输定。赶快把开会的资料准备。好的，好的。你是白痴吗？大力哥，大力哥，你帮帮我！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。送你的。是啊，别着急，慢慢吃。怎么到了设计部这么忙啊？我是来不及了，爸爸，让叔叔给你。哎哎哎，你奥林匹克，把样衣取回来。小心！
小心一点。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在这儿上班。我在严哥上班，今天第一天。这么巧。嗯。那怎么拿了这么多衣服呀？这对我来说算少的了。哦。哇，这是你的包啊，真好看啊，你这个包。谢谢。这是我自己手工做的。手工做的？嗯，喜欢吗？送给你了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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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太厉害了吧，这么复杂的工艺都能做出来。这是你们 check 的最新设计吗？对。这个面料。你知道这个面料啊？这个面料是1945年的时候由法国研制而出的，当时都用作军用物资，后来在巴黎时装周上被设计成了女装，轰动了全球呢。还有啊，这件。这件我知道，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带去了中原文化，而且还把丝绸技术带到了中亚国家，这上面的印花呢就很有早期中原文化特色，这应该是当时中亚国家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后的产物。真没想到你对布料还挺有研究的呀。没有你了解。其实之前出国的时候我学的不止设计，还研究了一些布料。你出国了？嗯，差不多在10年之前。怪不得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你。你见过？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事，我下回再跟你聊啊。嗯。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有一个想学设计的女孩啊？10年前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我现在遇到一个。遇到这个傲娇鬼真太倒霉。让开。主编。你可不可以多分配给我一些跟设计有关的工作？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设计师。这要让你去拿50啊。我是想多接触一些跟设计有关的东西，而不是做这些杂事。做什么？杂事。你主编我主编啊？当然您是主编了。那就照我说的去做。谁把垃圾桶放在这边啊？收拾干净。奥林匹克，这是这一期的样稿，看完给我感想。早说嘛，吓死我！您好，我找一下设计部的童小优。哎，你是陆言之吗？就是那个跟童小优一起参加比赛的那个设计师。嗨。真的是你啊，你好帅啊。谢谢。那辛苦。啊，童小优他现在不在我们公司设计部了，他现在是我们公司主编办职位最小的那个助理。助理。嗯。那辛苦。好。童小优在公司吗？他出去办事了，应该马上就回来。好，那我等他一会儿。嗯。谢谢。杂志是有合作？怎么可能，我来肯定是为了你啊。为了我？
我刚刚听说你已经成了陆星城最小的助理了。对，我想跟着他学点东西。那这个可能现在很适合你，记得回去好好看。什么呀，这是头发乱了。这是主编让你整理的资料，这么多，今天晚上就得交给他。有这么剥削人的吗？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你可以去找他提呀。我要是敢找他，我不早说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到这些资料吗？有多少人想为我们的主编服务吗？这是你的荣幸。谁稀罕啊？我现在可是块香饽饽。主编，这些是你要的布料，这个是大家的工作总结，这个是你要的素材，我都整理好了。你要是困的话，可以抽自己两巴掌，把那些拿过来给我看。主编，你都不会累吗？像你这种一天工作不到八个小时就会累的，应该是还没进化好的人。又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天赋异禀。那你凭什么想当设计师？我没有天赋，可是我也是有目标的。会实现的叫做目标，不会实现的叫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白日梦。那如果我跟你一样每天工作15个小时，我也可以变得像你一样优秀吗？不会。那如果你会过劳死，那我先去死了。回来，把这边、这边、这边全部做成电子档。什么时候要啊？明天早上。啊？啊？如果是大力的话，几个小时就能做完。我让你到明天早上，你啊什么啊？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不能让他看不起我。又跟谁置气呢？陆星城，我虽然不如他有天分，但我不想连努力都输给他。什么？他让我整理的稿件。行吧，打字我擅长，我帮你打，你去休息休息。不行，他虽然人不怎么样，但让我整理的东西还不错，我就算因祸得福了。我是怕你还没实现设计师的梦想，就先升天了。我要撑下去。早。早。好嘞，没问题，一定严肃处理。对对，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失职，我们的失职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常联系啊。抱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保持联络。童小优。你干的好事！
我又怎么了？这些稿子是你审的吗？是啊，这些稿子涉嫌抄袭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广告客户给我的稿子。我们这审稿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。好了，现在复印了一半，如果停印，你知道损失多大吗？现在社长都知道这个事情。社长都知道了。奥林匹克。 你自求多福。我说呀，我才休假几天回来，公司就发生这种事儿。你就是童小优。我说陆主编呢，这么大的失误，你得给公司一个交代呀。 不然其他员工也会跟着懈怠的。说完了吗？我也是公司副主编呐，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有责任有担当的呀 ！Hello， 这次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我会处理，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你怎么处理？这次的责任都在我，二位能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好，我听听。 你想怎么负责到底呀？我们的稿件中不是提到了设计吗？我想我们说不定可以去采访一下这个行业的权威，比如说陆任教授。哎 ，Good idea！ 如果你真的采访到，你如果想要跟我撕破脸的话，你继续说下去啊。我说陆主编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每次提到采访陆任，你就这样？ 难道够了，我不想听。这个提议很好，但等你当了主编的时候再来说吧。我可不想当主编，这种压力啊，谁受得了？你说是吧？还有事吗？出去吧。 完美一点，一点瑕疵都看不出来啊！哎，希姐，为什么还不开除了那个童小优啊？林副主编本来想开除他的，谁知道被主编保下来了。清城，我在这儿。主编好，主编好。陆主编好。清城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是不是超美的？ 我美吗？风衣那套怎么没有拍？那套太热了。这样吧，让你的小助理来帮帮我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走吧。化妆师他的妆要盯一下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这几双鞋子都不好看。往左边一点。你过来。 过来，你现在去欧嗨 Love， 把那双最好看、最新的高跟鞋给我买来，我要银色的，听见了吗？我不会去的。你为什么不去？星辰，星辰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觉得他这个环境有点单调。 待会再去让你帮我修，然后我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场景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先麻烦你。你等着。我让他帮我买双鞋，他都不愿意，是我拍摄的高跟鞋。我来是跟主编一起工作的，并不是来给你跑腿的。哼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？你说话，你说话。 他说的没错，10分钟后，如果你再不换装，我们就换人。小欧过来。
主编，我给你添太多麻烦了，要不你还是别让我当你助理了。这就是你对你的梦想的坚持啊。真的，我从小就很倒霉，不仅自己倒霉，还容易牵连到身边的人。你不要为你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好不好？我证明给你看啊，主编等着。夏夏千，夏夏千，还是夏夏千。主编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一直鸿运当头，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很倒霉啊。我出生那会儿，医生忙着抢救我妈，把我忘在外面，差点冻死了。我这么做纯粹就为你好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人就是智商不高。都什么年代，你在讲什么话？下下签，签。主编，你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我真的不忍心把霉运传给你。你不要等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没事吧？我低血糖。低血糖，让开！起来！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了？童小妖，童小妖，你对他倒是挺好的。难道你要看到他死在我怀里吗？没事儿吧，主编，我们该走了。我还不能走，我要等童小优醒过来。可是客户发布会就要开始了。我主编，你主编。低血糖是我的老毛病了，但已经很久没发作了。那次还好有主编。你记得。明天早上啊，明天早上那个 Oh Hello Love 的设计师帮你约好了。还有刚刚，谢谢你。赶快回去收拾东西。哦，好。大力。哎，主编。待会帮我买糖。嗯，买什么糖？什么糖都可以。不是，主编，您不是不喜欢吃糖吗？买那种东西，你什么时候废话这么多啊？开车。哦，好。把我外套口袋里的项链放在办公桌上。找你的小熊熊。我去找个朋友。朋友？
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款式的戒指？没有，对不起啊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有这种款式的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款式的项链？不好意思，没有。那戒指呢？也没有。谢谢。你反正得来接我。你要是不来接我的话，我才不去。戴立哥，你还没下班啊？啊，我再约个局。我问你件事儿呗。你知不知道主编脖子上老戴那个项链啊？当然见过，那是他的命根子。那你知道他在哪儿买的吗？不知道。那算了吧。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我也想买一个。啊，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哎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在前几年啊，我有一回把他那项链弄到了地上，我的妈呀，他差点让我去看库房。怎么的？你到了？好嘞好嘞，我马上下来啊，等我亲爱的。哎呦，他怎么了？小优，是不是我今天面做的不好吃啊？我把我们老板的项链丢了。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不就是一条项链吗？你直接告诉他丢了不就好了吗？他会杀了我的。哎，人无完人，毕竟你也是初犯。不是初犯，我之前已经犯过一次死罪了。杂志定稿的时候有一张图是抄袭的，我没发现，直接拿去复印了，被社长知道了。但主编也没有辞退我，反倒是帮我弥补了错误。紧接着杂志拍摄，我又跟模特起了冲突，但主编还是站在我这一边。关键时刻我低血糖犯晕倒了，是他救了我。哎，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儿啊？心脏不好都让你吓死了。我是不是误会我们主编了？虽然他平时对我这么剥削，但关键时刻……关键时刻他让你倒在他怀里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花痴啊？宋如如，我都说我晕倒了，你不关心关心我？我当然关心你啊，但这不是看你好好的吗？所以更关心你的终身大事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老板也不是有言不尽的人啊。你看看你这犯的几个错误，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能千刀万剐。这一对比啊，丢项链真不算什么。大力哥说了，那个项链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要不去国外躲几年吧。如如，你可千万别找新的室友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充个公交卡都十块钱十块钱的，你还有钱去国外？要不你找一条一模一样的。我在网上都搜遍了，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。我请了一个人来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。网上肯定是没有一模一样的，但只要给我一张项链的图，哼哼，我就可以帮你搞定了。你终于来了。嗯。你说你可以做。对啊。对，你一定可以。图，图是吧？图我有。走走走，这个是我画的图，一模一样的。我看看啊，这么相信我啊？不相信你是死，相信你还有可能活呢。我相信你。这位先生，你好，我叫陆言之。啊，宋如如，小月的室友。你好，你好，豹哥，面馆老板。陆言之。你好，报关的面馆看起来还挺好的，我正好需要一个场地做这条项链。场地？奥林匹克，
编，什么事啊？我的项链呢？项链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放昨天那个包里了。明天我一定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我现在就要。啊？现在啊？还好，我小时候的偶像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援手，我都还来不及好好谢谢他呢。当当当，怎么样？哇，真的一模一样。嗯，能帮到你就好。我得先回去了，下回请你吃饭。嗯，一言为定喽。林静，主编，项链我给你找到了。在哪找到的？我在家里找到的，放包里了，我给忘了，找了好久呢。主编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过你找到了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啊？你是谁啊？你还不明白你错在哪里吗？我错在……不该粗心大意弄丢你的项链。你做错事不主动承认错误，你还想说谎，这就是你在工作上的态度啊。第二，你居然敢造假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行最最最最忌讳的是什么？抄袭。我真的是傻，我明明已经给过你第二次机会了，我居然还会再相信你。对不起，主编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，我不小心把你的项链弄丢了，然后我就想上网找一下，可是网上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卖，我迫不得已我才找人帮我做。够了！你被开除了。在这破公司干了两年，现在让我走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说，这个人生啊，就像一杯茶，越泡越淡。那我的人生，是不是一杯苦丁茶？不仅一开始苦，还老有人往里面添茶叶，越来越苦。我太难了。
我这倒霉的人生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酒呢？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了，老子再也不受你的牵引了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是我开除你？开除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现在拥有的这些，不都是因为你运气好吗？你要是没有运气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喂，我成功靠的是实力。你工作的时候我在工作，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也在工作。睡眠不好，累死我了。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啊？一年有365天，我都没有休息过。你跟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也在。工作，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有朋友。嗯，你有朋友，你有家人，放开，那都是你们这些失败的人为失败找借口。没有家人，我没有朋友。在我陆星辰的字典里面，没有运气。很多关于我和主编的事情，从那一刻开始，其实怎么说都说不清楚。说欢迎
成我呼吸的氧气，你已经占据我心里所有的缝隙。如果少了你怎么安心，你的出现稳住我任性，爱是变成小孩随时需要你在意。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，能不能一二三流星替我许心愿，让拥抱画一个圈来锁住思念，你在我心里面。如果说一二三点点